来，注意至关重要的一场，三二一 ，Go！ 好，今天 Quarter Final 的最后一个，第一个 Tie Breaker， 可以看到红色可以说先来进攻了，但是很可惜运气比较差一些。蓝色联盟连续两个 Upper， Two consecutive shots， 自动控制 Blue Lion， 手动控制时间。好，刚才由蓝色联盟先取得点哦，接下来就要来看看各自三台机器人怎么样来抢夺分数喽。动作非常快，六九九八，准备要中投篮位置。16998 is making a shoot， nice shot， and it did it， 恭喜。红色联盟 Apple 获得一个。好，再来看看红色联盟机器人，目前好像都还没有拿到球，唯独一台六九九八，再度还是他再投篮，运气比较差一点 ，will be shot。那目前场上蓝色联盟状况可惜都没有把握有效得分，恭喜红色联盟80208080 is making the shoot and it's taking the cargo， 他再度拿起了 cargo， 已经拿到球了，有没有办法？六九九八靠近 upper hop， 正在调整位置，正在调整位置，六九九八。好，我们现在看到蓝色联盟这边7130调整战略，目前成功登上 mid， 好，六九九八挑战 higher。好，8790跟8585目前采取另外一个战术哦，各自来进行防守以及干扰的战术。成功登上 higher 7130，时间充裕，继续挑战吗？好，8020也已经回到 hanger 这边了 ，he has made it to the mid and making its way to the height。8020 8020 has landed on the high and joined by 16998 is making its way to the high as well。好，两台红色机器人都已经回到 higher 这边。哇哇哇！红色联盟两台 higher， 7130伸出双臂。好，8585这边碰到了，我听到胜利的声音了，有机会吗 ？Tribal， 8020很可惜，我们把希望集中在6998。哇 ，Traversal，16998 has made a traversal as well。现在场上战况，蓝色8723目前成功稳定在 low 区域，8790还有时间，还有十秒钟的时间，十秒。好，8585有没有办法再投球？8585有没有再投球？8790啊，可惜。Got two cargos， 85 got two cargos。时间到，难分宣制，色联盟获胜。比分43-37，恭喜蓝色联盟 ！Congratulations, the winner is Blue Alliance, and the final score is 43. 在关键的 Hanger 这边拿下了10。